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保险从业者视频号爆款攻略，利用视频号一年成交100万的保费，签单增员，拿来即用的爆款攻略，有结果，4年的互联网运营经验，你通过视频号成交保费是100万，能变现，知道零基础的学员啊，还可以这一个收徒操作。保险的话也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整个的这一个教程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百度网盘的教程，包括这一个个人 IP 的创造，还有这一个脚本文案的写作，都有详细的介绍，还有规避风险，预防作品降权的这一个方法都有全部的介绍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这一个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保险从业者，或者是保险从业者视频号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